有没有荧幕有没有出来了？这首歌曲呢是在讲说阿美族的人非常好客，就是家里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给朋友。其实里面歌词应该有酒跟槟榔还有烟是最基本的，那 这个三样东西其实也是我们祭拜祖先用的东西。那后面歌词是说他的意思其实这个主人他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，你们还来我的家，我全部拿给你们，我就没有，活该你喝酒醉。第三首是第四首了。第四首以下都是健康教育的歌曲。一样想知道意思的请向这个网站查询他的翻译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哪一组的？哪有刚刚好？这个真的。
是他一直的刚刚好，没错。哦，祠堂吗？那个祠堂。Yeah.